回到现场，持续来关注呢。现在总统大选倒数38天，有最新民调，这是由风灿所做的呢。今天来公布，依旧是以民进党的赖萧沛支持度拿到33.6%，拿到第一；而国民党的侯康沛29.4%，民众党现在柯银沛20%都不到，只剩下18.6%。那值得关注呢，即使第二、第三，侯康沛现在也大胜了民众党，有10%以上。另一张 CG 来看看呢，最新出炉的三位副手喜好度，民进党萧美琴呢依旧是第一，拿到了33%，而国民党的赵少康以26.7%拿到第二，吴欣盈连15%都不到，拿到了14.8%。